好，先放这。我要去。朱妹妹早，来去。黄董早，我们来玩这件事。看一下这边有什么东西。老板娘，没有老板娘。卫星早，明坛早，明坛今天有来吗？明坛今天没有来。哇！你等一下去捡我嘞，我去，等一下我。
等一下去。你没有把它放。他们有抖音哦，跟你们讲，他们有抖音哦，抖，他们有抖音哦，他们有抖音哦，我弄的，他们有抖音。然后我看一下，弄来玩这个好了。你有抖音知无？啊！你有抖音呢？我有看网红的，抖音我看网红的。我无法你用。我嘛有。你来摸。我帮你用。我帮你用。有吧？发字条。这可以吧？没有。没有。花枝的，花枝买300好不好？啊？好啊。花板呀，什么东西？你就查在抖音打中张海王子就好了啊。你那个你在抖音查中张海王子就会看到他们的影片了。直升机想要和你飞到宇宙去，在一起。Stone Cold 找，想要有直升机想要和你飞到宇宙去。夹子音，拥抱在一起，火吊墙，有没有拿？没有，我今天忘记拿了。你朋友你们有没有？有，他儿子。对呀、啊，他有没有海鲜蛋？2500150。
八五十是什么？国龙早，等一下客人才会来，因为今天有下雨，今天有雨天气不好。然后我看昨天有人，昨天有直播的摊子好像生意都零零散散，所以这个礼拜的人我觉得会晚一点点出来，会稍微晚一点出来。海鲜羹是150对不对？我要跳一下。大盒的，大盒的。哦，没有。对啊，它是两盒500对不对？什么时候他卖给你的？你会记我顶礼拜拜六来甲黄主编两买白含金仓两买800，你会记得无？我每次给他买都没有问价钱，我阿三啊，他们都卖。要问他何时？对啊，我其实不会计较啦，我会跟他讲。因为他儿子有时候会乱卖，对不对？寻找年轻人找桌面上有什么鱼哦？今天有安干吗？你要的安干吗？然后安干应该真是你已经拿了一只安干了。桌面哦，我想想看你要的部分，旁边没有。只有石斑你不要。然后比较特，没有比较特别，最近就乌鱼啊，然后石斑。金线鱼啊，金线不是，我都跟里面的人讲，我跟里面的人讲，是，今天的金线鱼，然后那边是安甘，俊平他今天喊300，他今天喊300。帮他留一只哦。黄金单现在超贵的。对啊，不划算。这个白仓它比较划算。我已经不知道黄金章在贵什么东西的，可是贵我也给他买了，不是因为你那是蚵仔排骨的，哎呀OK， 这一个。
海力雨沙沙沙。阿笨，对，来，其实是对的，来。OK， 小营养早，秀琴早。对，外面在下雨。安钢你买四支哦，那就先不要买安钢的。刘家宏早，东哥早，永茂早。简福昌早，那个最近我看一下，最近投资没什么好投资，我最近好像没有做什么东西，我最近都很认真在做我的做家里做家事，我是说照顾狗狗啊，扫地洗碗啊，喂狗狗猫猫啊。国贵早，这边这三个 OK。 前登录了，前登录了。
个了。OK。